我们必须完全脱离轮回，不能一半在里面，一半在外面。十三，了解念头是虚妄的，轮回是苦的之后，我们要真真切切地引发出离心。出离是修行的基础，三乘道路的根本。十四，出离心意味着一个强大的愿望，愿自己不单能从眼前的悲苦中解脱出来，也要从娑婆世界因果轮回带来的似乎永无止境的痛苦中解脱出来。十五，出离心带来的是一种真心体验的厌倦，对于人世间无止境寻求满足、肯定、利益及名望的幻灭。我们应该用各种角度去发起出离心。有些人有误认为自己是学大乘，只要发菩提心，却不需要出离心。这是完全错误的想法。十六，菩提心是什么呢？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希求佛陀果位。在此之前，要先有大悲心，要让一切众生脱离痛苦。在此之前，又要先让自己对痛苦有觉受，希求离苦。十七，自己都没有希求离苦，如何帮助他人离苦呢？所以自己本身希求离苦，希求解脱。因此出离心与大悲心可说是两面，只是一者是缘自己，一者是缘他人，一切众生。十八，中士道的重点在出离心，在出离心摄持之下的善，都可以说是种下解脱之因。要发起出离心，是一定要任运而起的。我们
们现在虽然做不到，可是可以努力思维，去升起相似的出离心。在相似出离心的摄持下去行善，才算可以得到解脱之因。十九，透过思维轮回总苦别苦之后，确定自己不要再身在轮回，要将它的因断除。从因而断，就说到极地。二十，极地分业极地与烦恼极地。我们造了无边无量的业，但是如果没有烦恼的话，众多的业仍然是不会结生的。二一，如离水滋润的种子，纵然有几千万颗，但是并不会发芽，因为没有滋润它的因。引申轮回的是烦恼，所以就要认清烦恼及如何断除烦恼。所谓的认识烦恼，并不是认识烦恼有多少种，定义是什么，而是在烦恼快升起时，能认知它，并且知道如何断除它。二三，因此以后不管做任何事，去任何地方，都要认明自己有没有升起烦恼，升起烦恼又该如何断除。要随时随地都在察觉自己的心相续有没有升起烦恼。二四，会有烦恼升起，因此就会有暂时压服烦恼的方法。如贪心升起，要去修不净观，但是讲到最后根除，还是要有空正见。
生命电视台，肩负着传播佛陀觉音的弘法家业，同时也是海涛法师慈悲置业推广的平台与媒介。透过电视台无远佛界的传播，方才能将诸山长老法师的开示，以及南传、汉传、藏传佛教间的交流与活动，提供国内外十方佛子，更让有缘的社会大众便利地获得佛法资讯，听闻正法，共取正觉，为令如来悲智法水长流不绝，滋养大地有情菩提心田。尤其为使海涛法师慈悲置业各项资讯长久推广，诸如弘法、护僧、慈善、放生以及印赠经典、免费素食等慈悲置业，皆得皆由生命电视台的传播之力，无尽传扬，裨益大众。敬邀十方大德发心护持，共襄盛举，以让生命电视台常续诸佛愿心，继续推动如来法轮，广利众生。护持请洽各地中心、道场、讲堂、书房，或洽03-989-8686，划拨账号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护生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Thank you.
明天是六斋日，为四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，劝请大众持守八关斋戒。阿弥陀佛。接下来请收看《普普风尘无尽慈悲》。